你还紧张啦？你不是更伤心了吗？啊啊啊啊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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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看啊，而且啊，一定是在想我咧范千里啊，啊，这样咧戆神戆神啊。我看有需要，我先把头先甲伊送给我的衫穿起身穿，我告诉佫想。戴小英啊，你可真正想要还我戴绿帽是吧？哎呀，就算讲我想好，我嘛无办法，因为我感觉最近吼照顾你，我都伤忝啊。哎妈。其实我有在考虑要请一个看护，阿弟出来照顾重心的，安尼我才有法度继续做事啦。好啊好啊，这我同意啊。我不同意啦，为什么吼，我何呢？陌生人来照顾我？哎呦，重心啊，你唔知影讲哦，照顾病人哦是足忝的呢，你嘛爱少体谅一下恁某嘞。哎呀，阿母啊，那是小英哦，甲照顾我这个代志，我撒好别人啊。哎呀，你哦，就是讲来跟范经理结婚呢，袂用啦。哎呦，你这囡仔实在吼，啊，你若过来乌白路哦，我真正叫小英哦，甲你送去疗养院的哦。范总，太袂当去啊！我拄仔想起来讲哦，我有一个客户啦，也伫大医院，拄好住遮，我顺续买一寡水果送互伊啦。科长组长，恭喜呢！啊，出院啊！啊，你迄卡应该是好个差不多啊！对啦，真好啦！啊，不过我感觉足奇怪呢，照你讲吼，我的卡咧拍照过吼，应该是吼，会卡咧上只电话。啊，不过我即马咧感觉讲吼，我的手咧上呢。你的手会上？啊，是我去替你提药啊。哎呀，提药啊来换是无效的呀，上好办法就是呀，太好了。我家己抹的衫，家己的病，无需要你解抹啊！哎呦，忠心啊！哎，哪里啦？你卖个闹啊，好不好啊？我想问你，我就是要甲你拍啦！啊，搞什么啊？刚看开我，根本就不是啦！你根本就是来看手紧着无啊？啊，你这个人啊，真正是有病啊！啊，啊，别人老婆上好啦！哦，这黄老先生啦，我家己抹嘛是啦。好忠心，我今嘛是看你受伤，我不爱跟你计较哦。你上好，莫阁安尼凊彩去遐动手。我今日就安怎啊？我就是要拍你这个耳男呐！啊，哦，人妻专门户，你是啊？你莫阁闹啊，好不好？较冷静的啦。哎，就小英啊，你上贵哦，啊，你莫袂回这老王哦。你是气笑是嘛？什么话气笑？你上贵啊你？啊，若无我等一下拍到你，我唔管咯。啊，范经理啊，你莫去咬我，你滚出来！你滚出来！实在你搞笑，你莫安尼好不？你怕无敌到有，你莫想过阮哦。我这毋是怕阿婆，我是怕你啦。你怕我，你莫甲我比到，阿婆，我甲你怕哦。我甲我怕，来啊，小家姐，我即马跟两支来啊。阿啦，你要先玩几下？阿哪，袂用是吧？莫安尼啦，忠心啦。哎呀，你安尼起饭店哦，我等下甲你讲。哇，要甲我讲哦？好啊，做你来啦，我是律师，我真袂惊你。好啦，莫。歹势啦，啊，阮重视啦吼，啊，着吼，脚着伤吼，啊，比较情绪可较无好啦，啊，是嘞啦，哈，是啦，伊真正是有淡薄过分啦，是嘞，啊，若无，伊想离开啊。不重视，今仔是你妈妈哦，甲小英一起啊，我好点面子哦，啊无，我做你家己顾家底。哇，搁较短，跟真阿讲啊，真阿姐，来啊，我是律师啦。哎呦，好会啦！你妈你啦，你哪会个现代迄种型的啦哈？交代，你交代我偷翕范总甲王志英长因到底的相片，我拢一定交代哦，媒体记者，啊因嘛拢报道出来啊。我有看到，做得真好。多谢，等等所以这王老先
甲范经理这不伦恋的绯闻，还是傅玲，你个人安尼爆出去啊？啊不嘞，王老三是上联的动作遐尼济，刚讲真正要等他出代志啊，等他才开始行动。傅玲啊，你真正是有先见之明啊！哎呀，我就讲嘛，啊，这范经理哦，一定是哦杀掉这吼王老三啦。哦，伊大笨头看到这个王老三感情哦，那无共呢，哇，那把酒都冇得离开啊！那白叔是一个吼谈恋爱的男人呐。啊，冇讲到这王老三他妈就厉害啊！啊，有翁有囝，而且佫有会啊，怪当安尼吼，搞咧范千里吼，啊，没讲安尼哦，神魂颠倒。就是知影范千里才是天王老三，所以我同他趁一家机会上这份大礼啊。哎，所以这范千里跟王老三的代志。是假的哦，你讲嘞？那是这王罗生甲范千里的绯闻是假的，哈？啊，范千里甲孙志伟就是真的呀、啊！哇、哦，这范千里哦，实在是有够没见笑呀！啊，竟然安尼个对个秀英啊，啊，根本就是吼、哦，啊，甲这王罗生就当作是烟雾弹啊！啊，实际上啊，真正绯闻对象啊，啊，是个秀英呢。哦，那安尼哦，我唔就是哦，啊，做一只吼、哦，这乌龟啊，够是吼、哦，啊，白卡乌龟啊。许忠信，许忠信，哎，是是，哟，什么代志？我给你找土地中介，你找得安怎？不，已经找到了，阿妈人都好啊，阿明仔啊，伊就当吼到这豪爵建设做情报。不过刚当的，迄回信嘛拢准备好啊。嗯。对啦，胡林呐，啊，这个代志吼，我实在是想拢无呢。啊，这个土地个地点吼，这么好。啊，其实吼，啊，摕来啊，起厝啊，还是讲吼，起这商业大楼啊，一定是要趁袂少。啊，你是为甚物哦？啊，介绍好这哦，王老生。迄老实讲啊，啊，这一类吼，家己买，毋是会当趁得搁较侪。这就是我要送给你的第二份大礼。欧巴。